到澳洲了。等一下，我第一次来大洋洲，哎，超级兴奋。然后我剪了一个头发，为了来澳洲剃一个平头，想说比较接近这里的这种海边文化。这次主要就是来参加我朋友的婚礼。我们现在到了市区的饭店，我们这次住 Fullerton， 等一下再来逛一下，先 check in 之类的。因为我们现在才中午12点，所以房间可能还没好，来确认一下。这个饭店呢是一个旧的邮局改建的，然后就是这种老老的，但是很有风情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那这上面天花板也太美了吧，这个雕花吓死人。好像很多人会在这边拍照，走来走去这样子。好，现在要去哪里？因为我们房间还没有好，先出去再说。从饭店走出来的风情长这样子，好不一样哦。然后对面好像是他们的银行，上面有他们的袋鼠跟那个某一种他们那个动物啊。现在要去找一个地方坐着喝咖啡等待房间好。这周天气都非常好，他们上礼拜好像大暴雨，所以我们还蛮幸运的。第一次来大洋洲，我是真的有打从内心的兴奋，你有感觉出来吗？因为就很不一样啊，不一样的风情，不一样的气候。对啊，好舒服哎、欸！刚好是正中午用餐时间，大家坐在这边这样子休息吃午餐，超级舒服，好惬意啊！真的好，哪里啊？就是他们那个 Kiwi Bird 吗？我们刚刚喝了一杯咖啡，拿到房卡了，25楼。好高哦 ！Let's go, let's go。哪一边啊？25多少？08。哦，他的梯厅还蛮古朴的。用了一个很刁钻的词，敲敲吧，打扰了。哦，蛮古朴的，真的是。一进来呢，右手边居然还有穿鞋的地方，很大哎。然后洗手间。它的淋浴跟马桶是分开的。我当初订这里呢，就是因为它有浴缸。然后这边，因为我们东西很多，所以它还有很大的衣柜，觉得非常的好。整个房间超级巨大，不就很大吗？很赞耶。对，但是它就是旧了点。然后我们住在25楼嘛，完全看得到市景。我原本以为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钟楼哦，看得到啦，只是我们太高了。原来，但采光很好，从这边看过去。因为今天不是啊，怎么脑袋不清楚？明明就没时差。因为现在已经3点了嘛，所以也 不可能做太多的大型的活动。那当然就是要回归我们的老本行，就是逛街。然后我们住的这边呢，就是非常的多东西可以逛，到处都是商店。但是朋友有推荐这边的一个美妆店，他们这边当地的叫什么 ？Makeup。好，反正就是要去这个 Mecca， 一定要来朝圣一下的吧，好美哦！这间店庄是属于比较冷酷的，但也很伊索。伊索澳洲也太美了吧，香水这样子陈列，美美美。这个蚊香石台湾也有，这边还有这种个人的试用的。一格一格的空间，又来到另外一家 Mecca 了。不要说直男崩溃，我也有一点
想说要逛多久。那这边超级大，而且它有它自己的一些空间，可以不知道是做指甲还是什么，还蛮赞的。它整个装潢设计是很活泼的，还蛮舒服的。这边竟然还有做脸的服务耶，好赞哦！大家都下班了耶，现在才不到五点钟。你刚刚终于买到东西了，开心吗？开心。可以去吃饭了吗？要去吃。经过了一个很酷的店，叫做 Song for the Mute， 是澳洲当地的品牌 ，logo 也非常的隐晦。我刚刚经过，就是觉得哇，好特别哦，跟刚刚在商场里面看到的东西都不太一样。然后它有女装，然后这边也有男装，很酷。然后他们现在有跟 Adidas collab， 超级酷。然后我很喜欢他的店装，很漂亮哎。联名的鞋子，据说 Jenny 三个颜色都包色了，好好看啊。东西感觉也是简单中带有一点设计感。他的更衣室就藏在他绿色的桶身里面，然后他上面也是用类似光膜这样天井，光非常好。然后我选了一个这个看起来很可爱的一个钩针针织的这种，太可爱了，受不了，好 Q 哦 ！My God， 这个裤子，它的材质超特别，它这款布料上面有一点点纹路。晚餐时间 ，Bar Totis， 我朋友介绍的，感觉生意也是爆炸好。对啊，不知道要不要等。You， 我跟你讲，最近在练这支舞。昨天出发前一天我在练，我原本想说要来这边拍一个 reels， 但是真的好困难，我觉得我应该拍不成了，拭目以待。先不要。刚才那个餐厅好贵，好贵哦。我们吃了2000多哎，两人一杯酒，然后就那个大面包、番茄、生火腿，然后那个 pasta， 那个 pasta 是最好吃的，但是它要39澳币，800块，蛮贵，但是很好吃。它的面体非常 Q， 而且我觉得它那个面体是手工的，因为它有大小不一、粗细不一，然后味道非常好。它上面还有一些很脆的那种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，那个 crispy 的东西很好吃。面包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像 pizza， 只不过它有就是可以这样烘起来，好像蛮酷的。我推荐去吃，但是就点那个 pasta。今天中午呢，要跟我那对要结婚的朋友吃中餐。今天的穿搭就是一个高校生，但是想要有一点小叛逆，穿的紫色跟开心果绿的衬衫。准备了一些伴手礼，微热山丘跟很喜欢的糖村。哦，好赞哦！我们来到海边，好舒服。然后我们现在在这里。他可以这样慢慢走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早一天来走一下。这边有一个超级有名的泳池，非常的酷，直接连着海水。但今天浪真的有点大。原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这边吃饭，他们之前一直不跟我说。这边呢叫做 Icebergs， 他连这个餐桌都有搭配外面的颜色。然后我不得不说，澳洲的酒都非常的贵，随便一杯调酒27块，27块是多少钱？好贵！我最害怕的，这辈子休想叫我吃。我现在被围剿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他们一直在逼我说一定要吃。好，我就来试试看吧。你也没试过啊？加油 ！One teaspoon，
one. Just the spice or the juice as well? Yeah, that's good. Oh, wait, yeah, that's good. 我是真的怕啦，我真的怕。跟你想的不一样吧？一个就好了，谢谢。Wasn't that bad? Yeah. Yeah, but. 怕还是怕？怎么会有蚂蚁啦？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吗？长得很像。嗯，应该是哦。白色的是什么？白色是。嗯。是一点那个柠檬。嗯哼。只是那个就现在很蚂蚁。嗯。That's one of them.叫做 green ant， 然后对，你看到它绿主是绿色，是因为它会吸那个柠檬汁吗？哦，所以你吃起来就会有。I see， 邪恶的人，但很好吃啊，很好吃。餐厅走出来就可以看到这个游泳池，好赞哦！啊、哦，好多人在晒日光浴。我们现在刚吃饱，好喘哦，刚喝太多酒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 Bondi Beach。太阳好大。太阳好大。你没戴墨镜？没有。哦哦。怎么有人有办法穿高跟鞋来海边呢、啊？我也是觉得很神奇。这边的沙非常非常的细腻，然后，哎，我们两个像神经病，谁穿西装来海滩？因为今天我没有预料到会有海滩的行程，但是真的很舒服。很多人现在在上面爬大桥，我有点想要试试看。雪梨歌剧院终于看到了，比想象中的大很多、欸、歌剧院呢是1973年建立的，哎，也是刚刚才查的，刚刚才查的，现查的，现学现卖，还不是我自己查的。现在来一个叫做 Opera Bar， 不知道有没有位置？哇，超级多人，好热闹哦！超级热闹的耶，气氛好好。我不得不说，澳洲人太亲切了，太亲切了。刚刚竟然被要求看 ID， 他说我看起来太年轻了。我说我已经30，他这样，然后给他看护照，哦，好开心。我很喜欢澳洲，我爱雪梨人。现在又要去另一个酒吧，好像是高楼的。酒吧在这个大楼里面，应该是40几楼。电梯的灯会亮，好可爱哦 ！Oh my god！ 电梯到底多难搭？到底？真的。现在要去47楼。这边的特点是，这边是旋转酒吧。仔细看的话，这边是会转动的。非常酷，谢谢今天的招待 ，It's very fun， 我们就婚礼见喽，婚礼见。